前辈，来，再听我弹一曲吧。 这世上，如今似是繁花盛极，一日千里。我不能亲眼所见的东西，便请你们代为看着了。好的，我一定。我拒绝。天路城的摊子已经够大了，妖族也有妖族的将来。谁有功夫替你看这看那？你若是有什么遗憾，就努力求个下辈子，用自己的眼睛去看。唉，还是小英子好。 前辈，我希望你可以像北洛说的那样，亲自走一走这个数千年后的世界。就算什么都不记得了也无所谓，只开开心心过一场也好。照你们这么说，我是入了轮回井，都得拼死拼活。 要是有酒就好了，可惜梦里也不是真的。还记得轩辕秋的第一场雪吗？杜康嚷着说他酿成了酒，带来给我们尝一尝。记得，可他出门前拿错了罐子，难喝。<笑>但所有人还是喝得很高兴。只可惜，那天立下了誓。 说好要一起变成老头子、老婆子，活到彼此都看不顺眼的时候，却没能做到。上天若是不生我们，这世间该有多无趣啊！诸君，共饮。 去歇息吗？今天有点开心，大伙儿一起给葛先生还有吴师兄送行，纺车的图样改得差不多了，新的种子也分发给了农人，都是好事。这种时候，我就越发的想念前辈。我总在想他说过的那句“有形之物终会腐朽”，直到刚刚。 我好像忽然明白了，其实那块玉碑反面的文字，才是他们真正希望留给后世子孙的吧。人若是没有了心里的那点意志、那点气性，手握再强的力气都不可用。师妹，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。你已经经历了寻常人一辈子都未必会经历的事，眼看着要不跟我们走在一块了。师兄，你在说什么？ 我和你和所有人不是一样的吗？我又不像北洛他们那么厉害。世上千千万万的都是我们这种人啊，不也大有可为吗？前辈说过，这个世界是被所有人一起推着往前的。你说的对，是我一时想差了。师兄，嗯，我知道。 我们想要做的事，有些会很难很难。可是我也知道，人生百年，无道不孤，总会有人跟我们一起的。